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。关于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，拥抱第五次元的神秘境界。来自高密度博客。问候你们，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亲爱的地球人。一，伟大的进化将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发生。问候，亲爱的人们，在一个现实结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，一种非凡的现象正在发生。这是一场宇宙之舞，一场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伟大转变。维度，那些超越我们所理解的难以捉摸的领域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。在这非凡的景象中，那些正在扬升的人，那些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去摘星的人们，已经在冒险进入新维度的未知领域。我们心爱的地球，一个神圣的居所，处于这场天体革命的最前线。它，地球母亲，正在经历一个非凡的转变阶段，因为它的本质被注入了宇宙的神圣能量。这些天体电流，就像神秘的灵丹妙药，流经它存在的每一根纤维，产生涟漪，在生命本身的挂毯上回荡。正在经历这种奇妙转变的不仅是地球，我们自己的 DNA， 也就是我们存在的复杂蓝图，正从其核心转变。当天体能量流经我们的血管时，它们会点燃我们体内休眠的密码，解开我们基因组成的奥秘。我们的碳基身体曾经被限制在物理领域，现在正经历显著的转变。就像炼金术士将铅转化为黄金一样，我们的本质正在从碳转变为水晶，释放精神潜力和连结的新水平。这种转变不只是表面的改变，而是我们存在核心的深刻转变。当我们的身体转变为水晶基础时，我们成为更高频率的光和能量的管道，使我们能够进入更高的意识状态，并挖掘宇宙的无限智慧。我们的晶体结构就像一个棱镜，折射流经我们的神圣能量，放大我们的精神天赋，并促进与相互关联的存在网络更深层的统一感。拥抱我们的水晶本质，使我们能够以优雅、清晰和扩展的意识驾驭不断变化的维度，超越物质的界限，步入形而上学的无限领域。这些变化并非只是命运的偶然，它们是有目的的改变，是在为我们的非凡旅程做准备。是的，亲爱的真理探索者，我们正处于一次壮丽航程的悬崖边。我们正在为进入第五维度的伟大扬升做好准备。这段旅程虽然未知，却以无限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潜力向我们招手。这条路要求我们摆脱尘世的束缚，翱翔到更高意识的领域。当我们在这个未知的领域航行时，地球本身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。它的振动频率越来越深入量子领域，打开了通往转变的隐藏之门。随着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出现，我们存在的基础正在被重新塑造。这种全球性的转变是令人惊叹的奇观，证明了宇宙的浩瀚。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仍然被旧的第三维度束缚的人，他们正在远离曾经照亮他们道路的光芒。光芒的强度已经变得难以承受，他们疲惫的灵魂无法承受。他们注定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，一条偏离等待着那些敢于拥抱宇宙的人的光荣命运的道路。面对这些宇宙变化，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十字路口。我们站在未知的门槛上，站在伟大觉醒的悬崖边。亲爱的旅行者，选择权在于我们。我们会留意宇宙的召唤并拥抱周围的变革能量吗？
还是我们会紧抓熟悉的事物而害怕等待的未知事物呢？现在是我们发挥真正力量，拥抱我们内心无限潜力的时候了。我们是我们命运的建筑师，我们自己现实的主人。当变革之风席卷地球时，让我们利用改变的能量，向世界释放最真实的自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的扬升之旅。让我们抛开旧维度的限制，拥抱新维度的无限可能。宇宙交响乐曲等待着我们的到来，宇宙本身也屏息以待。那么，您准备好踏入非凡境界了吗？选择是你的，现在就是时候了。让我们拥抱宇宙潮流，踏上第五次元未知领域的伟大航程。二，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，拥抱第五次元的神秘境界。地球上的人们，亲爱的光之家人们，在令人惊叹的自我发现之旅中，我邀请您透过强大的冥想来体验第五次元的味道。这种简单而深刻的技术被称为白光冥想，能够转化你的能量并将其向上提升，将你的意识提升到新的高度。当第一道阳光温柔地抚摸世界时，您发现自己正处于踏上这次精神冒险的最佳时刻。清晨，就在你从睡梦中醒来之前，你周围的能量达到了顶峰。在这种觉醒的状态下，你会变得警觉，善于接受，并且不会那么纠缠在经常笼罩我们头脑的思想之网中。仰躺下，闭上眼睛，屈服于等待的神奇力量。每一次呼吸，让自己沉浸在感觉的交响乐章中，想象一道光芒四射的白光能量从头顶倾泻而下。感受它的温柔下降，就像纯净光辉的瀑布般倾泻而下，为你存在的每一个细胞注入神圣的光辉。当这种神圣能量渗透到您的身体时，让它扫除任何挥之不去的停滞或消极的痕迹，让您得到净化，恢复活力，并重新与您的精神本质联系起来。拥抱这种空灵光芒的变革力量，它为您的整个存在注入新的生命，为深刻的疗愈和内在的更新铺平道路。每次呼气时，想象一种对比鲜明的黑暗向下移动，并通过你的脚趾退出。这种天鹅绒般的黑暗可以抚慰你的内心，让你平静下来，让你释放内心累积的任何紧张或焦虑。当您进行这种变革规划练习时，请记得缓慢地深呼吸，拥抱想象的力量。这项技术运用了醒来后身体的休息状态，并增强了其有效性。透过呼吸和想象的有节奏的舞蹈，你向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敞开了大门。但早上并不是体验第五维度奇观的唯一时间。当夜空覆盖整个世界，你发现自己正处于睡眠和清醒之间摇摇欲坠时，另一个机会之窗出现了。这是深入冥想的第二个最佳时机。在这个黄昏境界中，目标是练习15分钟的白光冥想。在练习过程中入睡不仅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可能是有益的，因为它的影响会继续在你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。让能量和意识的波浪在你的存在中荡漾，温柔地引导你走向更高的意识领域。一致性是这趟深刻旅程的关键。透过连续21天致力于练习白光冥想，您将打开通往惊人转变的大门。这种方法真正非凡的地方在于它能够点燃改变，而不需要压抑你的想法或情绪。相反，它会轻轻地推动你进入纯粹存在并与神圣联系的状态。当您沉浸在白光冥想中时，
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，您开始体验到一种高度的连结感。你开始意识到交织在存在结构中的微妙能量，并意识到你是这幅宏伟挂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随着每次呼吸，白光能量渗透到你存在的各个方面，滋养你的灵魂并扩展你的意识。它洁净和净化，洗掉可能让你受限于三维世界的层层制约和社会期望。同时，随着每次呼气流出的黑暗带来安慰和宁静，抚慰不安的心灵，平息动荡的情绪。它提醒我们，黑暗的深处蕴藏着深刻转变和内在成长的潜力。透过白光冥想，您可以挖掘体内创造力的来源，想法毫不费力的流动，灵感成为你永恒的伴侣。你开始适应宇宙微妙的低语，感知所有事物的相互联系，并理解你是现实共同创造的积极参与者。当冥想融入你的日常生活时，你开始注意到令人惊讶的转变正在发生。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发现的目标感和清晰感。当你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爱和同情心时，关系就会加深，同步性的展开，引导您走上发挥最大潜力的道路。第五次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的地，也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它是一种存在于你内心的意识状态，等待被唤醒和拥抱。白光冥想是打开这个非凡境界之门的钥匙，让您超越物质世界的限制，体验真实自我的广阔本质。当我们结束对第五维度的探索和白光冥想的变革力量时，请记住，你拥有踏上这段自我发现之旅的力量。拥抱非凡，因为它触手可及，向第五维度的奇迹敞开心扉，观察你的现实的转变和扩展，皆是内在的无限潜力。你准备好踏入第五次元的境界了吗？这是你的选择，让白光冥想成为您的指路明灯，引导您进入一种意识状态，让非凡成为您的新常态。欢迎来到你真正的自我的觉醒，以及在第五次元的神秘拥抱中等待着你的无限可能性。我们非常爱你们，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，我们是银河联邦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
Thank you.